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瑞克，欢迎来到我的跑步日常。大家知道吗？我们花莲也有一处非常漂亮的赏樱景点哦。对，那是在哪里呢？就是在我们树屋村这边的樱花步道。好，那今天呢，特别亲自带大家来看我们这边树屋村的樱花。然后这个区块哈，面积其实不大，然后种的那个樱花的品种应该是属于山樱花啦，当然没有像那种吉野樱那么大朵。不过这样整片这样看起来也非常的漂亮。好，那详细的地点呢，我会标注在我的说明栏上面，用那个 Google 坐标来表示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子，大家就慢慢的跟着我来欣赏我们这边的美景哦。好，树湖，其实严格来讲，那个我们树湖村这边的游客一直都不多，这边其实是一个非常偏僻的一个地方，然后过去是矿场，那在我2年前的那个影片当中我有介绍过，那边后面是一个叫老山，对，以前是玉矿的产地，对，然后后来就停止开采了嘛，渐渐的这边其实就人口都一直都往外移的嘛。然后这些的樱花林应该是十几年前他们村民自己栽种的，那我现在站的地方应该是属于一个庄园民宿的地，不太属于是县政府的。好，我们来逛一下吧。樱花步道就是前面这一块，前面这一条。其实我刚才进来的地方不是入口处，哦，那个入口处有一些临时摊贩放在这边。那今天是礼拜天，我看一下好像人也不多。哎，你好，新年快乐！哎，新年快乐！这边有一个白头苍蝇的塑像，对，关于这个樱花的品种其实我很外行，上次去就是除夕的时候去跟朋友去天元宫看的那个樱花哦，那有人说那边是三重樱，然后我们这边的樱花就是比较小，对，属于那种小朵的山樱花，然后它看起来不是那么的茂盛啊。那个游客慢慢变多了，我就把口罩给戴起来。刚来的时候没有人，现在人突然间变多，然后天空也慢慢在下起了一些小雨了。前面右转，也是一个民宿，一个庄园民宿，我们也去看一下。然后我要算进来这个民宿庄园，参观一下。环池步道，来走一下。有，这个木栈道很滑，要小心，我差点滑倒。这个是一个水生池，还蛮美的。其实今天是2月6号了，明天就2月7号，礼拜一，大家小朋友都要开学了，对，我也要开始我的开工了。哇，这个很 jungle 的感觉。好，登山步道。
往山顶走。其实还蛮有气氛的耶。哎呀，哦，这个民宿的主体建筑物在这边，英之谷民宿，这边是他们的停车场，然后这边有一个观景平台。可以眺望远方的海岸山脉。这位先生是我们这个民宿的主人，你贵姓啊？我姓罗，四维罗。哦，罗先生，好、哦，好可爱的狗狗。好，我们出去了。爱心打卡点，这边也可以停车了。那我这边眺望的更清楚。好，我们左转上去，这左转就是可以到束湖瀑布的路了。不过今天没有打算去束湖瀑布，这边有一个路标指示哈，英之谷民宿，然后束湖瀑布呢就是往这条路上去。好，往这边上去，这里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这边走。我们看到樱花步道的入口处了，这里往这边下去，水塔。这个路很滑，对，这踩起来要慢慢走，我觉得很容易就滑倒，我刚才也差点滑了一下。其实今天出门的时候是没有下雨啊，是来到这里靠近山边就开始飘毛毛细雨，花莲的天气一直都是这样子，一旦到了下午都会天气变得比较阴的状况。对啊，所以如果来花莲玩，我是建议最好是一大早就出门。夏天来的时候的水几乎是干的。好，我们继续走。真的，这边就刚刚那个英之谷民宿的另外一侧了。好，好，绕了一圈我们又回到这片樱花林了。对，它其实比较密集就是这个区块了。樱花季应该就是一直持续到三月嘛，对啊，哦，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。我们回到了入口处了，临时摊贩已经打烊了。来，我这边出水啊！我卖菜，跟臭豆腐，跟樱花茶叶蛋。好。这条路一直往上就是往北的方向咯，其实这条路也蛮幽静的啊，蛮适合来这边慢跑。好，今天的树湖村的樱花步道的樱花之旅在这边就告一段落咯。好，最后祝大家新春愉快，开工大吉，很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瑞克，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Hello， 你是谁？好巧哦！哦，我来拍片呢，怎么刚刚好？
是哦，有个小朋友，哎、欸，躲起来，怎么刚好？躲起来，哦，他不想看到我。好了。